2009年9月16日，台湾金门全生营造有限公司股东林荣森等12人在台湾《金门日报》第四版地方新闻刊载，退出法轮功声明。全文如下：退出法轮功声明，前因身体不适，参加法轮功气功修习，后警觉此一团体疑似变相为政治宗教团体，与我等修炼理念不合，于公元2007年10月即已退出该团体，已近2年，且早已不习练其功法，更断绝一切对其支援及活动，特此再公开声明。声明者：林荣森、魏瑞燕、简丽华、傅文龙、董任轩、黄丽玲、吴淑美、吴淑满、陈碧莲、吴月丽、叶佳琪、赵希鹏。《金门日报》创刊于1965年10月31日，前身是《吴邪报》，后改为《正气中华报》。《正气中华报》与《金门日报》曾以双子报的方式同时发行，该报每日出对开纸2大章8个版，版面有焦点新闻、金门要闻、地方新闻、综合新闻、副刊、专刊、两岸与国际新闻，设有地区宗鉴、今夏小三通、旅台乡训、民情风俗、乡野传奇、言论广场等栏目。可以看出，《金门日报》在台湾有着相当的影响力。林荣森等人通过《金门日报》发出这样一份郑重的声明，表明法轮功的骗局已被越来越多的人识破，法轮功这个组织距分崩离析已不远了。